老板，有没有小本？有，一个小本的。小四，刚才没听见我叫你啊？没有。他们通知我明天去试镜，你要不要来？可以啊。 怎么了？没有。你好像很怕看见我，是不是怕别人看见我不认识啊？哦，不好意思哦。我们不要在这里讲。老板，刚刚小本。在这里。